双百焊枪保护镜片的更换需要在无尘的环境下。首先准备好美纹胶纸保护镜片，把保护镜抽屉拆下来，用美纹胶纸盖住窗口，防止灰尘进入。松开螺丝，拆下所需更换的镜片。装上新的镜片，确认好范德峰密封圈已放好。把保护镜抽屉放回原位，上紧螺丝即可。另外一个镜片，同样用一样的更换方法操作即可。